Io prima qua. Shanda 跟十六日讯昨日发生国产 Viva 轿车大暴走，反复猛撞迈威事件。原来是 Viva 司机结不成婚，迁怒于未婚妻的迈威，目前肇事司机已被警方逮捕。山打跟警方今日发文告证实此案，并指迈威女车主20岁已于昨日前往市区警局报案，而肇事 Viva 男司机20岁则在昨晚11时15分被该局刑事罪案调查组逮捕驻查。警方初步调查，嫌犯是因为与女车主结婚不成而心生不满，继而迁怒于对方车辆犯下罪行，所幸事发时事主不在车内。根据文告指出，嫌犯目前已被警方援引刑事法典第427条文蓄意破坏，严扣驻查。此外，嫌犯和事主为前未婚夫妻关系，皆为本地公民。此事于沙巴山打根英达镇 Bandar Indah 发生。根据视频，一辆白色 Viva 将同是白色的迈威反复猛撞，先是 Viva 车尾撞向迈威左侧车门，又迅速再往前挪好位子，再往对方的车头撞去，撞击次数至少3次。